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钓场了，这是金堤河，看得真不熟。前面那儿那么多人都在钓，还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钓友啊！钓友，今天我要大战吃胖。雷子，我刚刚给你拍了个特别近的镜头，而且秒美颜。你看这边风景还挺好的，你看这个河一望无际，还有这个风景如画，美人更美。看你嘴甜的吧？你看这个亭子，人家的亭子修的也挺好。你看钓鱼的真些家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想开始了。找个地方，赶紧。伙子，呀，碰见熟人了，还钓个鱼。再搁哪钓吧？咱搁前面钓呗。走吧。走。大海国。因为都现在都剩了一个片儿吧，刚才掉了一个，可能用了一个钓吧。能丢了。开始了啊。好。这不怎么是啊？这啥时候才能钓上鱼呀、啊？看这个，哎，这个钳子太沉了，再去点。本来是要五秒钟钓上来一条，是不？咱谁说的话？五秒钟钓上来一条，再钓一大桶，慢慢的点了个桶，然后再空的时候回去。好，来，再来一次啊！往跳吧！呀，一个也不上钩啊！是不是咱买错东西了？这个籽儿是不是钓不上来鱼啊？会啊，人家都用了这个籽儿。咦，我的饵也没叫鱼吃喽。这要不别钓了，咱走吧。呀，本来答应你呢，我要给你炖鱼汤。我不吃鱼汤了，咱走吧。真尴尬，你看动都不动。
啊，不至于他了。下雨天雨好屌，这是咋回事啊？看来我还得好好来研究一下这个雕工哈。咱点了这个孔洞回家吧，怎么看那个孔洞？点那个孔洞回家吧，走吧，雷哥，这个鱼我不吃了。身上也练石头了，一个鱼也没。走吧，收摊子回家吧。嗯，走吧。真尴尬。